Show Happy， 今天有 Connor 身邊有馬天佑。Hello，Connor 你好。Hello， 你好。見面啦。係啊。今次有你的新歌，冇錯，斷崖。係啊，冇錯。都是一些 emo 狀態的嘢。係啊，都是一些係啊，今年兩首歌都是係。好了，今次呢首歌找了傅雲琪去幫你作曲啦，跟住黃樂怡填詞啦，跟住阿於。他去做監製啦，跟住就揾咗 Hers 去做編曲，係啦。好啦，喂，呢一個班底係點解係咁嘅？咁因為今年想做嘅歌都係首先都係 Ficky 填詞啦，我上一首作曲啦，我上一首歌受傷開始作曲同填詞都係同一個班底。咁因為今年嘅音樂都係想俾大家去用我去認識馬天佑的角度去希望這些歌可以令到聽眾可以在他們生活上都可以relate 到他們自己，所以就有不同的部分啦，上次就是受傷，今次呢就在這個班底上，今次想那個理念就想做一隻很適合所有 I 人聽的歌，即是內向那些，是啦，內向一點的，咁所以就有呢個 concept， 就揾埋阿於做監製啦，跟住阿於就揾埋 Hers 去做成隻歌嘅編曲嘅感覺，令到呢隻歌更加即係加添色彩。咁樣。好啦，喂 ，I 人係你 I 嘅咩？係啊，點睇你都冇理由係 I 嘅喎。非常之好，就係、是、要呢、這、一個，就係、是、想即係、就是、想，就係、是、因為咁嘅原因，因為我 MBTI 係 ISFJ， 即係。其實即係喺我工作上，大家其實係好少會見到 E， 即係淨係會見到 E 嗰面嘅我咯。咁但係其實真係最真實，或者係翻到屋企嘅我係最自在嘅，係一個勁 I 嘅人咯。咁所以因為我都發覺同咗近排唔少人同我分享呢件事啦，原來好多演藝界嘅歌手朋友都係 I 嘅喎。係啊，跟住係我點解你咧？你係咩啊？我係 I 嘅。你係 I 真係啊？係啊，因為我覺得 I 人可能感性啲咯，同埋可能情感係啲咯。咁我就但係因為工作關係，所以成日都會見到我，即係喺唔同嘅地方場合啊，好多人嘅地方，咁就係咯，即係睇唔出嘅。睇唔出㗎。如果我淨係睇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咧，我都會覺得係一個 I 人。喂，但係你因為即係幾個唔同嘅工作範疇，其實都係需要見人。需要跟很多不同的人接觸，甚至是要見一些陌生的人。一個 I 人，其實這件事對你來說，那個 energy 的消耗應該很厲害的。是啊，非常。你怎麼處理這件事的？慣了了，已經慣了。以前沒有，已經是真的慣了，需要回氣咯。係呢個真係嘅，但係因為都真係冇乜時間可以真係有 me time， 但係即係當一有嘅時候就超級珍惜咯。同埋其實咧，我即係呢個都係純分享，即係我係咩程度嘅 I 人咧，就係我係會自己一個去入去餐廳食飯啦，自己一個睇戲啦，去戲院，自己一個去看演唱會啦，即係我是呢一種程度的 I， 但有些人是不得的嘛，有些人是哇看演唱會自己去看傻了啊，即係呢啲嚟嘅，係啊，但你是可以享受自己一個嘅狀態嘅，都係㗎，係啊，但因為在平時的工作環境中，你已經用了你太多的 energy， 係啊，去扮 E 嗰邊，係啊，係啊，真係啊，因為唔係扮嘅，但係係一個即係同埋我自己係一個雙子座咯。咁所以就真係可以一個克制咁樣咯，克制呢件事對我嚟講都係嘅，因為我都係一個好 I 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唔係好識同人傾閒偈。明啊，哦，唔係講我都係，我都係。咁所以呢，如果但係咧要到工作模式要同人做訪問同嘉賓傾偈嘅時候咧，唔同嘅，因為有個 topic， 係係有件事我可以喺 on top 去 develop 嘅話咧，咁我係會輕鬆啲嘅。但我自己覺得同埋我自己一個好弊處就係我好唔識得同人 keep in touch， 即係就算係啲好朋友咧，我都唔會無啦啦問佢，係問佢點啊？你今日做咗啲咩啊？我好渣啊呢方面，但係即係我唔 keep in touch 唔代表我冇嗰個心咯，係啊，所以真正已經好 friend 好多年嘅朋友都會知道啊，
即係雖然唔係成日同佢傾偈定點樣，但係都知道係好好好好，即係嗰個情感關係好 strong 喺度，係啊。好啦，講咗呢個 Iron 咧，講咗好遠啦，我哋講翻首歌先。係。喂，咁 Iron 呢件事，即係一個相對上比較內向嘅人，係同呢首歌斷崖個關係係乜嘢咧？因為斷崖其實好多時你做唔做，你成唔成為一個 Iron 係你自己嘅抉擇啦。好多可能係你嘅價值觀令所有嘢加埋。咁有一句説話叫做要麼庸俗，要麼孤獨，即係好似哇！而家社交平台好 hit 喎，大家都睇喎，咁我係咪要經營社交平台啊？哇！而家大家開始拍 real 喎，唔係淨係 post 相，我咪要 post real 啊？即係呢啲其實係我就係好係一個例子，即係我就係、是、我係跟住嗰個變化去行。你係逼住要變添，逼住要跟咯。但係即係係啦，咁就真係要麼庸俗去跟住呢一個世界去變，而去改變自己做緊嘅嘢。咁亦都可能有啲位想選擇，我會唔會可以選擇孤獨咧？即、就、係、是、我唔跟呢啲嘢，我唔跟呢個做法，我行出自己嗰一套。其實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呢個係一個選擇咯。咁但係係啦，即係睇下大家會揀邊樣。咁同埋即係我相信好多可能睇緊片嘅朋友，可能佢哋係有家庭，或者係拍緊拖，但係唔一定永遠都要走埋一齊噶嘛。即係有陣時孤獨都有啲 me time， 其實 me time 就係一個好聽啲嘅孤獨嘅字眼啦。我又冇諗過喎。即係一樣意思啫嘛，獨處啫嘛。嗯。即係孤獨唔一定係貶義詞，只不過 me time 聽落去包裝咗好似得靚啲。一樣嘅道理咯，係啊，所以我就覺得I 即係身為一個 I 人，即係你做你呈現呢個 I 嘅一面俾人睇，都係自己嘅選擇嚟嘅。嗯，正如其實大家唔識你，或者只係透過 social media platform 識你嘅話，都唔會覺得你係一個 I 㗎。咁但係你就選擇擺邊一面出嚟俾大家睇，或者 I 嗰面點樣去同自己自處，不舒服就夠啦。喂，咁其實中間嗰、那個。平衡啊，你覺得即係經歷咗咁多年啦，已經係已經一個習慣啦，定係咩一回事咧？習慣啦。同埋只歌入邊有一句歌詞，我都覺得好啱習慣呢樣嘢，即係呢只歌最尾嗰句係重重墜落亦是我意願，即係係咯，呢個係我嘅選擇咯，係咯。我嘅選擇亦都我已經習慣咗啦，但係有陣時都要揾翻。原本嗰個自己出嚟嘅，係啊。不過但係，亦是我意願，係啊。即係無論點都好，跳到係自己揀嘅，有 choice 呢、這個有選擇呢件事喺度嘅。但係 I 呢件事真係有得揀嘅咩？我覺得即係你係 I， 但係你會扮 E， 即係有時好多人都會話：，我用盡曬我 E 嘅能量啦，今日即係類似係咁咯，即係嗰個係我。即係一個係我嘅能力咯，做一個 E 係我嘅能力，但係 I 係我自己咯，係啊，啱都啱，係啊，即係好似你訪問嘅時候，你拍個就係嗰個係你嘅能力，嗯，係啦，但係即係當你識咗嗰個 I 係真正嘅你，嗰個係唔需要，嗰個係喺你個血入邊嘅。其實對於一個 I 人嚟講咧，要去 social 咧係一個超壓力嚟嘅。係啊，有時會 social 到一半就覺得我用盡啦。係啊。夠啦！應該突然間 dead air 就知發生咩事了，夠啦！撈唔到嘢啦，嗰下完全明啦。喂，咁今次要去做呢首歌，揾你自己一個比較內向啲個方面去做一個出發點啦，去同你嘅班底溝通。喂，我想要一首咁嘅歌。咁其實 Vicky 去寫呢首歌嗰陣，係咪已經知道你有想有呢一個方向嘅？應該係話知道想要呢一個今年所有嘅歌嘅呢個 theme。即係喺開始做呢個 project 嘅時候，都用咗啲時間俾佢哋認識真正嘅我係點。嗯，講咗好多一啲。咦？即係你個班底係今年常用嘅。係啊！俾佢哋知道我係一個點樣嘅人。咁同埋咁佢哋憑我嘅感覺去寫咗歌，跟住再決定啊呢只歌嗰個主題係咩咁樣咯。嗯，係啊。即係其實係同。班底去一起傾咗偈先，今年成個方向，想人點樣去認識一個真實啲嘅那天人？係啦，係啦，
之前嗰啲包裝紙可以搣開啲先。係啦，係啦，係啦。同埋係咯，即係馬天佑同廣東歌嘅關係咯。我覺得做歌嘅，即係做歌要揾到一種真誠，即係要揾到一種初心，唔係為有其他嘅目的去做。咁我覺得希望我嘅音樂，今年嘅音樂可以感受到呢一個真係嗰種想做音樂嘅初心先。今次呢首歌我頭先都話，一嚟係一首好 emo 嘅歌嚟嘅。咁一個其實聽落去係會有少少拉咗你落去嗰個感覺。係啊，係啊，係啊。你去演繹嘅時候，其實有冇難度㗎？呢隻歌咧喺演繹之前已經諗到個畫面，就喺一個大海中間。而家大家睇到嗰個 cover 啊，喺大海中間有一張牀，坐張牀上邊，嗰、那個就係呢隻歌嗰、那個嗰、那個畫面。咁所以喺唱嘅時候咧，都想唱出嗰種喺一個一望無際嘅空間裏邊，去一氣呵成咁樣去唱呢一首歌。去唱呢一個畫面出嚟，咁但其實唱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唔同嘅痛嘅，即係有歇斯底里嘅又有啦，收得好埋嘅又有啦，好木讀嘅又有啦，即係有好多種唔同嘅演繹，然之後佢話於去選擇咗呢一啲唔同嘅元素去變成呢、這、一個今次呢、這、一個呢大家而家聽到嘅呢個版本。但你話俾我聽，如果係大海中間有張牀浮咗喺度，而你就喺張牀上邊，其實正係呢一個畫面，我啲已經有好多嘅聯想嘅空間。大海可以係一個好平靜嘅事，但係同時間可以係你只係靠住嗰張浮牀去救緊你自己，嗰張浮牀就係你嘅 safe zone。但係其實你喺個 safe zone 上邊，你又唔係真係 safe 嘅喎。係啊，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嘢諗啊，可以係。或者係即係好多時候，可能啲人嗰啲好孤獨嘅時候，大家講孤獨會覺得係喺間黑房裏邊好窄嘅，好狹窄。但其實頭先我一開始所講，即係孤獨唔一定係一個貶義詞嚟嘅，可以係好有空間感嘅，可以係好有一種都可以好有靈魂，好多好嘅嘢可以喺呢個空間裏面發生。咁所以我哋先至喺個 cover art 裏面做咗個咁樣嘅畫面出嚟。因為即我再諗多啲，再深研多啲，其實都幾兩面嘅，即可以係一個好壯闊嘅環境裏面，你係一個好孤獨嘅存在，嗰、那個孤島咁樣。但其實同時間嗰、那個環境可以好靚，而你好自在地喺你嘅空間度存在喺度。真的看你怎麼看的，真的是你的choice來的，沒錯，exactly，就讓大家去揣摩自己的選擇咯，即是其實跟價值觀一樣，即是你憑你自己的價值觀去選擇你每一天的很多的事情，其實是一樣，你可以選擇的。喂，上一首歌用傷害，今次首歌用一個內向的性格去跟大家分享懸崖這首歌，那你今年的音樂計劃其實應該是會有多少首歌呢？我就唔想劃分幾多部曲啊，幾多首歌去講我包裝呢個主題，即係我都好想睇下大家每一首攞出嚟嘅時候，大家聽嘅嗰個感覺係點，那個反應係點，然之後再去分，即係分配嗰個出歌嘅量咯。歌就即係點都會做嘅，但係即係唔一定每一首歌都要排台，係啦，咁所以就係咯。即係睇情況，睇大家嗰個接收隻歌嘅感覺係點樣先。逐首歌嚟，係逐首歌。反而每首歌推出嘅時候，想大家聽到，想大家去認真了解一下首歌裏嘅意思，首歌同你嘅聯繫係乜嘢？究竟馬天佑想透過首歌話俾大家聽，你係個乜嘢人？冇錯。咁而家當然大家要上網揾下斷崖嚟聽。看埋個 MV， 會出㗎嘛？會啊會啊，過幾日就有㗎啦。過幾日有啦嘛，好訪問出嘅時候應該有㗎啦，係啊係啦。咁啊，下次再出歌再傾偈啦。好啊，thank you，thank you。